10月16日 ，RISE 成员任豪发长文回应近期有关恋情的争议，他向 RISE 的成员以及支持自己的粉丝们道歉。他没想到会有这么多人牵扯其中，所有的批评他都接受，今后也会严以律己，注意言行举止。与公司团队商议后，我决定暂停在社交媒体上进行除工作以外的任何个人发言，也会将自己假期和课余时间都投入封闭训练和学习。10月14日晚，演员张梦洁发长文爆料与某选秀男艺人的恋爱经过，称两人2016年在一起，2020年春天分手。网友猜测文中所指的男方是 RISE 成员任豪。10月15日凌晨，任豪在微博发文，疑似回应张梦洁发长文一事，讲述了一个大海和月亮的故事。瞬间，女网红小资在社交平台发视频怒斥任豪，称其改名与其交往，并出轨其他女生，惹网友热议。